我呸！我呸！我呸呸呸呸呸！叶少峰，你真假是超级无敌世界宇宙卑鄙龌龊肮脏下流不要脸的垃圾咪呀，跟上来讲就是不会更小。你来点下。因为我忙着你要过生日啦，我就请疗养院搞我栽培回来，跟你做伙 party。惊不惊讶？开不开心？我给天天准备一个礼物。草泥马，草泥马，擦擦擦擦草泥马。你讲话把它清气的哦。会跟应用抬高？我是惊你应用完假抬高。我呸！我呸！学宝炸的红衣暖男尬派啊！离婚协议书签签没？签了就出去。我今晚不回来，签我要先吃鸡卵糕。对，慢一点。你不签，你还是不签，我是来你钱的想法，给你送去精神疗养院。张总，我要起高。我就要签单。切个两个，你应该袂搞奸计啦哈！我你是专工来装笑哟！我唔是假笑，我唔是装笑，我是真笑。你袂记你甲我送去疗养院进修哦？原本我是精神耗弱，拄着你算是心神丧失。多谢恁啊，给我一块这么大的免死金牌。囡仔。是恁的生日，嘛是明年恁做结的日子。你妈别讲话哦，精神病患和杀人伤害，嘛是监护起的啊。你恁走袂去啊？恁想烦恼，恁家己敢走袂去啦？我哩。你是精神病院，人要来抓你啊！快快嘛，快快嘛！找到你了。是我报警的，我无可能讲到去犯法，犯法的人是你叶少峰。啊！叶少峰，你救救我！台湾主持人，你今天台湾所创诚意啊，不要派人想要害我。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早就你无乱我了。雪莉是敬你的，对，我要做证，外婆讲话袂当听啦，恁紧家己去警察局，我会叫记者去警察局甲你去，我会让你七仔落盆，让你永远无法逃，这是大业集团。啊！我跟你去，你对我去，我都乌有啦，你较巧了无啦？叶少峰上要紧的是家己，你搁听袂出来？你的智商真正有够低。我就不要紧啊，用捏面以后就无得阁骗你啊。张小玲，我袂和你乱来，我嘛袂和你搞阿你阿高高低啦。我呸！我呸！我呸呸呸呸呸！叶少峰，你真假是超级无敌世界宇宙卑鄙龌龊肮脏下流不要脸的垃圾咪呀，跟上来讲就是不会更小。小玲，跟着滚住。多做房。